好几大块的鲈鱼，我等下会切的啦。漂亮吗？整条？漂亮漂亮。摄影师喜欢吃烧鱼吗？喜欢。今天我就带你来一间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吃的烧鱼，它叫做博大烧鱼。你有没有看到博大？啊，省了一点头发。啊，这里是可以自己选鱼的啦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超级大搞的鲈鱼。有新鲜的拉拉西哈，还有其他的鱼。鲈鱼一定爱咯，做咩介绍啊？只啱拉拉咯，四大天王啊，蒸鱼啊，嗰、那个非洲啊，啊，你嗰个鲈鱼嗰度帮我加啲菜咯，啊，炒个拉拉咯。这个魔鬼鱼真的新鲜又大条。可以翻出很多饭。均匀涂上灵魂酱，下锅煎。煎到两面金黄。加上一点辣椒酱，好吃大天王。四大天王是烧鲈鱼的配料，炒干香辣辣，炒到颜色很漂亮，香喷喷出锅。到了鱼 ，Thank you 啊！来，今天叫两样东西，鲈鱼来到是一定要叫，我还叫有菜在上面，然后我另外叫有金枪拉拉。啊，摄影师讲想吃烧鱼啊，给大家一下好吃的烧鱼。突然讲好了，那一天不好了，都没陷害我。以前是有事，都没有那么好哎。现在我是把那个菜呢加在上面了，说不用另外加一些菜。不过你们多人的话，就另外叫一些谁来去忙。菜就有也是谁来听我，就是有菜兜、羊角兜、矮瓜，还有那个臭豆。重点是它的鱼了，那鱼就刚才你们所看到整大条切出来的，漂亮的鱼，鱼肉最重要新鲜，新鲜然后烧到美，酱也是很重要。好漂亮的鱼肉，它有什么魔法？就是烧到那么香，它本身已经烧到很香了。你可以配一点它这个辣椒酱。OK， 到后面了。整个幸福的表情，看来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摄影师讲，吃这个烧鱼一定要放柠檬，好吧？你放不要？谢谢你。柠檬就一起了。啊，真香！这个好吃吗？还有，我这个是金枪拉拉，金枪拉拉，加完就更丰富。哇，如果是你是很饿很饿的时候来啊，又有烧鱼来啊，一碗饭下去肯定不够。Later， 这个水烧烧了，你看我开始要香的香，还有那虾米也很香在里面。啊，摄影师，你看你的鲈鱼漂亮吗？整条？漂亮漂亮。啊，忍不住了，还是我的。喂喂喂，怎么样？给你。哇，谢谢。摄影师等很久了。啊，平时不会反抗啊，今天会反抗，但是还是想吃的。你老坏都搞你啊，你的。我做呢行都廿几年啦，都系呢个位咩？呢个位啊，喺18年。18年啦，都好耐啦。你哋有块休息牌几冇啊？通常两个币一摆嘅。两个币一摆啦，之后四点半头先我嚟到有嘛？到几点啊？4:30到10:00 咯。10:00啦，哦哦 ，OK OK。